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莲花生大士，南无莲花生大士。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顶礼华智仁波切，顶礼华智仁波切。顶礼法王如意宝，顶礼法王如意宝。顶礼上悟下道大和尚，顶礼上悟下道大和尚。顶礼登科仁波切，顶礼登科仁波切。顶礼堪布索达吉仁波切，顶礼堪布索达吉仁波切。顶礼西天东土，顶礼西天东土。红中眼教，红中眼教。诸大善知识，诸大善知识。为天边无际的众生，为天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而如理的谛听，而如理的谛听。我们上来用三堂课时间学习了积累资粮当中的供曼茶罗的部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积累资粮当中的第二部分，古萨里啊，古萨里的修法。古萨里修法当中有三个小的标题。古萨里之意，第二，师生修法；第三，断法之含义。现在我们来学习古萨里之意。顿然断除四魔，积累古萨里资粮。所以这个里面，你看，第一句话是什么？顿然断除四魔，哪四种魔？五蕴魔、烦恼魔、生死魔、天魔。这么我们平时哪里修行都是想得到，你在那边修平时想不到，天天虽然修在五蕴魔里转，五蕴魔窟里面在转，你还不知道，天天在那里修还在那个烦恼魔里面打圈圈，不知道了，修来修去跳不出生死魔之手啊，修来修去天魔在那笑着翘大郎腿看着，看你怎么修，看你怎么修，好像就像我们的拴了一个蚂蚱，拴了一根线，看着蚂蚱怎么跳，跳远，跳得有点远了，绳子一拉回来，又回来了，就是这样的。我们修行常常就是这样，因为佛陀以前那个时候在的时候这些天魔还比较怕，但是在佛陀面前说我看你圆寂涅槃以后末法时代的弟子怎么办，那个时候他们内心里没有清净的信心了，他们个个都认为佛陀已经涅槃了，已经不在了，他们的内心里的这个涅槃的意义就是什么？佛陀不在，他是这样，他不知道佛陀都在了，他叫涅槃，无时不刻都在，那叫涅槃。所以末法时代的那个弟子们不知道这一点了，然后渐渐的这个法得不到受用，因为对本师的信心弱了之后，法的受用也开始弱了，所以那魔说不要紧的，出家出家好的出家，养得白白的胖胖的再给你们收回来，就是这样的了，出家就别说养得白白胖胖的，所以修一点法了马上就开始有危险了，为什么？没有能力还好，有能力之后这个魔就稍微一点点小小的伎俩就把你给，不是我们降服魔了，佛就把我们给降服了，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在正修法里面，
菩萨的修法里面就能够断除啊四种魔，而且怎样断除？是顿然断除啊！你看，那今天这个法好不好？所以大家要真的要啊、哦，眼睛擦亮，耳朵啊洗得干干净净的，恭恭敬敬的提清凉，为一切众生皆证得无上正等觉的果位而这样子提清凉，为了一切的世间的修行人不再遭受四魔的困扰而如理的谛听哦，啊，要发起这样的心。在这里呢，我们讲的这个菩萨的修法，在这里还是一个略的修法。本来心性修习中，在这个心性修习的这本书当中，是在上师瑜伽的这个部分当中讲的，啊，所以积累菩萨的资粮啊，作为上师瑜伽的支分也可以。啊，也是可以，但做积累资粮供曼茶罗的支分也不相违，所以这里呀、啊，华智摩揭把这个安立在积累资粮供曼茶罗的这个支分也不相违，因为什么？我们以前前面三堂课讲的就是用曼茶盘这个法器来观想它的代表的世界，然后啊和。啊，用我们的观想啊，来这样来供曼茶罗来表法。这个里面呢，它也属于一种供曼茶一样，只不过它的供禅曼茶呢，它不是用我们这个曼茶罗、曼茶盘啊这样来做，而是直接的把这个身体来做观想，来供。因此，这里按照我的上师的传统，加在曼茶罗的后面，啊，这是也是有传承的。按照上师的这个传统，所谓的古刹里是乞丐之意，古刹里啊，那么叫乞丐之意。这个乞丐不是完全指那个乞丐，就像我们的比丘一样，什么叫比丘？比丘叫乞士，这个乞士这个乞呀、啊，也通于乞丐的乞，但这个士又是什么？会通于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个士农工商的那个士，士是最高的。这个乞丐又通于乞丐之意，如舍弃现世的瑜伽士、住山者等，无法获得其他用于积累资粮的受用之人，依靠观想而供施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所以啊，这个古刹里啊，他也在我们佛教里也有一个叫古刹里派。古刹里派，什么意思呢？就指的就是这个古刹里派，就指的是住山实修派，哎，有时候也称为他言传派，住山实修，他远离世间八法，一生一意的安住在法里。这种人平时除了吃饭、大小便和睡觉之外，所有一切实处皆是安住在法里面，以这个你正念来。修持的，啊，这样子唯一啊，以修持禅定的，啊，这样子，这样的人，即辛辛苦苦、勤勤恳恳，所积累珍惜的一切其他物质，也都是为了滋养自己的这个身体。所以对此，每个人必然珍爱自己的身体，胜过其他一切受用。所以为了断除对身体的爱执而进行供施身体，比供施其他物质更殊胜，功德更大。所以如果直接的观想把自己的身体拿出来供，那要比你拿出金银财宝啊，所有的这些资生用具啊，更加的功德大，更加的殊胜。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它能够断除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执着，所以这个法，这个施法，这个供施法，同时又叫做断法。这个断法不单单断这个粗重的我执，对身体的执着，而且这个法里面它有非常甚深的窍诀。那既然是言禅派的，这个耳禅派
那里面肯定有师父传徒弟很甚深的窍诀在里面的，所以这个法呢修啊，这个以前也有啊，这个经典里也有颂人来赞叹云：“共施马相成百倍，共施妻儿成千倍，共施身体十万倍。”所以马吉拉准也说：“无贪思身体，谓之为二资；真爱运身体，佛母前忏悔。”首先，如果自己具有娴熟的观想能力，则可观想神识腾空，一刹那变成愤怒佛母。倘若无此能力，则于自己心间将心识之本体观为马吉黑怒母。如果的话不能够这样子啊，这样子，因为这个需要身体刺激的训练，佛法是需要训练的。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修法？一个法去训练了之后，你马上啊，你身心就会得到很大的受益。所以如果没有娴熟于身体刺激修法的，很难就是啊，刹那之间让这个神识，好像观想这个神识一下子耀在虚空之中啊，变成这个啊，愤怒佛母的这个样子，一般性很难。所以如果不能的话，那怎么样呢？那先观想在你的心间，啊，心间你的这个神识，然后显现为，啊，显现为这个马吉黑怒母的，啊，把这个心识的本体呢，就把它观为啊，一下子变现为马吉黑怒母。在这个书上呢是有，啊，有金刚愤怒母。金刚愤怒这本书上，以后可以得到这个法本，或者呢自己得到这个马吉黑啊，观修法的时候我专门就得到这个来深入的观啊，甚至你们亲自听到过这个法的呢，我想会观起来会比较容易啊，因为这个我以前我自己观修过，在这一段里面呢，这一段我在学院的时候也曾经啊听那个，曾经也听那个圆悟堪布啊，也给我们讲过一段这个关于这个啊这个修法的古刹里修法，正好听他给我讲过一段，也一节课不是两节课，所以啊，我感受当时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对这个古刹里修法哦非常，所以在大圆满前行里面啊，那个我当时啊。听到这一节课的时候，哇，非常的感受很强烈，非常的发喜，哎，这个修法太殊胜了。所以每次我自己在讲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啊，我知道这个大圆满前行很多如此这样殊胜深的窍诀，哎，伏藏在这个大圆满前行里啊。啊，这个伏藏的不是他啊，那个是宁提的历代祖师，是我们华智仁波切的。慈悲啊，把这些修行大德的窍门啊，都放在这个上师前行的啊，普贤上师的这个教授当中，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所以特别是这个古刹里修法，当时我听了之后啊，是很有感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心识的本体观成马吉黑怒母的时候啊。这个马吉黑怒母是怎么具体什么形象呢？左脚啊站立在莲花上，右脚弯曲的腰肢扭动，然后右手呢举起啊，手里啊啊这个手握的这个月刀啊，这个弯刀啊啊也舞动的弯刀在空中这样舞动的，然后左手呢持充满血的拖把与胸前，拖把是什么？拖把是人的天灵盖，这个天灵盖啊，充满满的装了一碗血，放在胸间。这个手啊，左手托着这个拖把，右手手持弯刀啊，在虚空里这样子舞动的啊。而且右耳旁
有一黑色珠念发出吼声，这你怎么怪讲？有啊，这里面它也是一个，它也是一个窍门啊。所以在这里啊，怎么样去、哦、观想到这个右耳边有一个黑，有个猪的这个样的，哇、哦，然后发出猪的这个吼声，猪的吼声。有的人，有的人天天吃猪肉也没看到过猪走路了，所以过去笑话叫啊，你没看到猪，你没吃过猪肉，还能没看到过猪走路吗？那现在这个时代恰恰反过来，真的很多人吃到过猪肉，没有他看到过猪走路，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哎。但是啊，这个大家为了修这个呢，还要去看一看猪是什么样，哎，这个猪啊，是黑色的猪，哇，好像似乎那个性情很刚烈的样子，哇，然后那个嘴张开啊，叫的很猛的，所以叫吼叫。吼叫声这种声音，为什么要这个声音啊？哎，这个佛法里面很多时候会用这个猪来那种，猪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它不怕脏。你看到有哪猪很爱干净的有没有？哪里？你看那个河池塘里啊，黑泥巴，猪不怕的，跑进去打滚，打的浑身都是黑泥巴，它也不怕。哎，那个垃圾堆，那现在我们讲有垃圾猪、垃圾猪，对不对？那个垃圾堆那么脏哦，哎，那个猪啊，就放几个猪在那个，哎，不喂它，它就在垃圾堆里拱，哎，那个鼻子在里面拱啊，拱拱拱拱，垃圾里拱，它也不会有细菌污染。再脏的地方它敢去，它也不怕脏，哎，再什么细菌也感染不了它。哎，所以这个猪啊，有时候代表着一种，哇，不怕邪恶，哦，那个猪还有很挺可爱的正义的这种形象的，哇，好像破邪恶的那种状，那种那个，啊，脏的东西也敢吃，吃到都能消化，不会被啊那些细菌啊种种东西污染，啊，然后呢，哎，我们讲莲花入出污泥而不染，对不对？这个猪更厉害，猪是入污泥而不染，哎，所以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在这个四种魔的这个世界里面，哎，有时候这个猪啊有一种，有赋予它一种很特殊的意义在里面，很特殊的意义。因为在这个里面，除了猪这一种特色这种特殊的意义之外，发出吼声，这个吼声也是有更深一层意义的，更深一层意义的。也就是说，这个黑念的这个猪啊，它有入无念不染的这个特质啊，很有一点像化身佛，它发出的这个吼声啊，哦，那个猪吼起来撕人心肺的了，有时候了，哎，那个、猪杀猪的时候，那个猪吼起来了，哎，那个、猪打猪的时候，那个、猪吼起来，但是这个里面不是被打，也不是被杀到，发出那个吼叫，啊，它这个有一点像那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体性，这个声音，有点像真言陀罗尼哦，这个吼叫声哦，甚至呢，有点啊，它也代表着像大悲的体性啊，发出愤怒的声音来，知道不知道？这个是吼声的一种特殊的，猪的吼声的一个特殊的含义啊，在这里面，具足所有愤怒装饰。哇，你看，这个马杰黑怒魔，你看，为什么这个愤怒的这个装饰，怎么装饰？什么愤怒装饰啊？啊，是这个头发啊，红色的头发飘扬起来，哦，那个头上的头饰戴的什么？这个发箍，像发箍一样的戴的什么？戴的是人的五个骷髅啊，为这个发饰。然后这个身体是黑的发青色的，啊，眼睛啊、嘴啊都是、哦、红红的，啊，眉毛也是红色的眉毛向上挑起，啊，还有第三只眼睛啊，目目圆睁的第三只眼睛啊，身体是青黑色的，啊，黑青色的，深蓝色的，啊，是这样的，身上具足了13种暴饰。13种暴饰的，啊，
有耳环，有像，有啊，有这个啊，胸前的这个饰，这些代表什么？就代表着报身的特征，所以称叫十三报饰。所以他说是报身的，报身嘛，啊，报身呢，他为了度化刚强的众生呢，他显现了愤怒的像，那个月刀挥舞的月刀啊，啊，那青色的那种月刀啊，啊，那月刀代表什么？月刀代表随时能在这个空间里啊，给我们开显多维的世界的，啊，开显出我们众生佛性的，知道吗？我们众生的佛性，众生的空性在哪里？这个月刀挥舞的随时都能够破显出我们众生的空性，点出我们的佛性，知道吧？啊，这个手中的拖把里面的血啊，代表这个众生的啊，这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些，头里面，然后以这个托在手里啊，啊，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众生的贪嗔痴慢疑啊，转为道用了。所以可以说，手中拿着月刀，即是上供，供养十方诸佛，开显众生佛智之见，是上供十方诸佛。哎，下面托的这个，哎，这也是。同时也布施六道众生呢，啊，施以六道众生，也是把众生的转过手来，把众生的这一切也是上供给诸方诸佛，把它转为啊，转成那个道用。所以这个里面要详细的讲，哦，就是一个月刀就可以把600卷大般若经拿来讲，哎，就是啊，你讲那个猪头啊，都可以啊，那个发出的吼声啊，都可以把续部的经典拿出来讲。所以这个我们这里就略讲啊，略。这个时候啊，这个观想你的心神识的体性啊，心识的这个本体啊，就观想成这样子，在你的内心就观出来，然后啊，并念诵啊，这个时候念诵啊，啪啊啊，这个啪。我里面有啪啊，这样子，特别是啊，我们这个中脉清除啊，净化的中脉，让我们这个神识啊，在我们这个中脉里能够自由啊，激活我们这个中脉啊，念这个啪是非常有力的啊，这个时候啊，并且念着啪，这个时候在念的时候呢。同时观想神识就经过中脉道，从梵净穴完全出来，啊，出来之后自己的身体立即变成一具尸体而骤然倒地，并观想此尸体也已不像往日的身体那样，而是极为庞大、肥壮、油腻、润泽，哇，不是。像我们啊，平时瘦瘦的、干干巴巴的，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观想你这个身体啊，变得哇，像那个大肥猪似的，白白胖胖的啊，都是油哇，脂肪满满的啊，油腻而润泽的这样一个身体啊，开始就要开始供养了啊。这时候就要，这个身体大小怎么样呢？大小也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的，啊，要观这个大小啊，等同于3000大千世界。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他这个放在这个曼查的供曼查的后面呢？因为供曼查这个训练里啊，从一个最小的以须弥山为单位的，然后啊，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这样子啊，有这样一种量。我们平时就慢查这种你这种观想心量有那样开阔，这世间烦恼还哪里积得住你啊，还遮得住你啊，所以也常常要开阔这样的心量，所以那个量大福大的共慢查的就这样。所以到这边的时候直接要观想我们的身体啊，就大小就等同于这个3000大千世界。哇，再将自己啊，这个时候再将自己那个神识呢，我再把那个好像这个神识是真正的自己嘛，再把它观为这个玛吉黑奴啊，足
佛手用弯刀向自己那具尸体的白毫间一指，这时候观想呢，这个马杰黑怒啊，用那个月刀啊弯下来，哦，那个弯刀的那个尖的弯弯的，弯的像一个月亮一样的，但是最后尖的是弯的，哎，这时候就指向了自己的那具尸体的这个白毫的位置啊，也就是我们天目的这个位置。哇，所以修这个法，修这个，首先就是开天目哦。哎，不准外传，秘密的啊、哦。啊，嗯，开玩笑，我们这已经在外传了啊。所以这也是有缘的人看得到的，没缘的人也学不到的。哎，所以也这个也是世间呢，有福德因缘的人会学到，没福德因缘的坐在这里也不一定听讲什么，也不知道，呼呼睡觉，哎，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就观想这个马吉利努姆的这个月刀啊，就指向了自己尸体的这个啊这个白毫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就这样挽进去，勾进去，啊，就是一指啊，这时候指进去啊，指一指，结果其天灵盖立即断掉。这个在指向这个白毫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这个天灵盖，啊，就自然的就脱下来了，哎，这个天灵盖，你看你们这个天灵盖怎么掉下来的？啊，就从这地方就直接就脱下来了，啊，就脱把也变成一个脱把了。我们这个天灵盖，哎，立即断掉。那个脱把也不像现在这样，就是说这个天灵盖也不像你现在这个天灵盖这样，其大小也等同于3000大千世界。哇，你看这一下子。你想想，你现在你随着这个起观的话，你现在这个头盖骨，这个托把就指你这个天灵盖了，头盖骨，这头盖骨啊掉下来之后啊，仰面朝上啊，也像3000大千世界那么大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右观想，愤怒，左手拿起那个托把，这个时候啊，观想这个愤怒嘛，左手就把我们这个托把拿起来。拿起那个头发放在如须弥山般大的三个人头支起的罩上，就是个三罩，三个，这个罩是用什么做的你知道吗？是用人头做的。这个人头有多大？人头像须弥山那么大，须弥山般大的一个人头啊，支起来。这个三个人头的面部呢，都是朝着外面的，朝着外面的。然后就这个金刚五俱阿婆就把我们这个头盖骨啊头把拿了下拿过来，就放在了这个用须弥山一般大的这个三个人头支起的这个罩上，啊，就放上去了，额头朝向自己，然后啊，右手呢，这个时候啊，愤怒母右手又用弯刀，这时候啊，挑起尸体，就能用那个弯刀的钩子啊。还一勾把那个尸体啊勾起来挑起来，就放进了这个我们这个拖把的这个罩里面。哎，这个拖把挺方便的，支了三个人头就是个罩，你看对不对？哎，就像我们拿一个铁碗一样的，往石头上弄了三个石头，往上一放就是个炉子了。哎，一样的，我们那个拖把往那个三个人头罩上一放就变灶了。然后啊，左手再拿月钩，再把我们那个尸体再一钩钩起来，放进这个就这个3000大千世界大的这个大灶里面，啊，托把里面，嗯，所以这样子放进去了之后啊，与托把上方虚空中观想一个甘露之自性白色的夯子。这个行子呢，可以观想成我们这个藏文的啊，这样子可以观想这个藏文的行子啊。我们这个行，不管字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音都是一样的。你观想梵文的也好，藏文的也好，汉文的也好，这个音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人间天堂啊，杭州啊，也是同这个音啊。为什么？杭州起杭州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人间天堂也是有道理的。
我们中国古人呢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音是有什么含义。哎，我们老祖先啊丰富的财产都放在那边了，只有我们子孙对不起老祖先，没有老祖先对不起我们的。哎，所以啊我这里啊告诉大家，所以这个里面啊在这个拓跋的上方虚空中呢叫观想一个甘露自信的，是白色的夯子。在这个拓跋的下面呢，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拓跋这个不是人头罩架起来的吗，拓跋的下面呢就观想一个火之自信，红色的短啊啊啊啊，并念诵嗡啊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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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念嗡啊哄啊，同时观想从短啊中燃起熊熊烈火，温暖了拓跋内的尸体。哇，这个拓跋下面这个短啊的所发出的火啊，啊，开始啊慢慢煮这个天灵盖的叫拓跋嘛，啊，煮这个天灵盖里面的这个尸体啊，开始煮了，煮，它这个火啊熊熊烈火烧的大大的，然后这个尸体啊也慢慢的温暖，啊温暖，然后啊不单单温暖，慢慢好像就好像炖汤一样的，使之融为甘露自信。在这个阿字的这个智慧火当中啊，慢慢融成了甘露的自信，而在沸腾了。所以这个时候，哇，拓跋里面的自己的这个尸体啊，不单单温热了，还滚烫了啊，不单滚烫了，而且沸腾起来了，嘟噜方啊，沸腾起来了，整个这个拓跋啊，哦，满满的烧了一拓跋了，饮满拓跋之后，这个饮什么有漫出来的意思，一切肮脏污秽的不净物，不是身体，我们是不是想要身体里还有脏东西吗，啊，这个肮脏的不净的这些东西呢都变成了那个煮起来那个沸腾的那个水泡的嘛，不动不动泡的，变成了泡和那种啊浮膜啊，变成了水泡和浮膜的形态呢，就从这个饮就漫出来的这个地方都漫出来都溢出来了，啊，好像我们想起来煮那个哎那个猪大肠，煮那个猪肺一样，对不对，大家好像都有过这样的印象嘛，一煮啊煮的时候啊那些东西脏东西泡沫的都漫出来了，对不对，啊，就是那个意思，就像那个样子，水泡啊那个浮膜啊，这些浮在上面一层脏油啊之类的，这些都是啊以这种形式都溢出来的，啊都溢出来的气体，并且这个水蒸气呢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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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蒸气啊往上冒，哇，冒水蒸气啊，开了锅了吧，这个水蒸气啊，白白的这个烟呐，啊，烟气体啊，这时候就飘起来，碰触到虚空当中的那个夯子，结果那个夯子呢也被这个气体熏热了，好像那个洗桑拿一样的，被那个气熏的热热的，夯子也熏热了，然后这个夯子呢也降下了红白甘露之流混为一体，红白甘露就在这个夯子就被这个气体热气体熏还就往下滴什么滴红白甘露混成一体的这个甘露啊，最后夯子呢完全化为光，加热往下滴到最后又就越加越热就变成了光明，并与拓跋内的甘露融为一体。这个时候啊，这个光啊，就跟拓跋里面的我们这以前本来是尸体嘛，现在已经不是尸体了，到这里已经不是尸体了，已经被火加热，已经融变成甘露了嘛。然后再加上这个夯子的在地下红白的甘露，然后这个夯子被越加越热，变成了光明。而是光明和拓跋内的这个甘露又融为一体，哎，融入了拓跋内的甘露之中。这个时候他念诵，砰，
舍弃爱身执着毁天魔，心识由凡穴出入法界，乘愤怒摧毁始祖魔，右持弯刀摧毁烦恼魔，斩断拖把摧毁色蕴魔，右手以事业印持拖把，置于三僧人头之罩上，彼众尸体充满三千界，为阿夯自所容成甘露，以嗡阿訇咒力尽增转。哦，这个念嗡阿訇什么意思啊？念嗡阿訇，嗡阿訇，具体就是这样观想的。观想什么？嗡阿訇的时候观想，哦，这个人头罩的这个下面呢，这个拖把的上方虚空中啊，哦，这个人头罩有多大？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么大。然后在这个上空啊，悬着一个字啊，白色的甘露体系的白色的夯字，啊，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人头罩下面呢，是一个火的自信的红色的啊短阿字，啊，然后啊再观这个短阿字啊，一撮小火苗喷出来，然后这个火越烧越旺，智慧火越来越旺，然后烧的这个拖把啊。哦，里面这个尸体慢慢加温啊，温暖啊，然后变烫啊，甚至沸腾，然后里面的这脏的这不净物啊，都变水泡，变成那个泡沫啊，油沫啊，漫出来的都漫到外面去了，然后纯干净的留在里面，然后慢慢再加温之后，这个里面的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哦，也都变成了甘露，融成甘露了。融成甘露之后，这个甘露气又往上冲，这个热气腾腾的，哦，往上冲，冲到上空的时候，又触到这个夯子，夯子为这个热气熏了之后，热了之后，啊，这个夯子也开始有火，发挥它的生命力了。然后这个红白的甘露啊，就一滴一滴往下滴，混成一体往下滴，然后越加越热，这个夯子被越加越热之后。不单单火融化成这个甘露水啊，甚至变成了光，然后下降于这个拖把中的甘露融成一体。这个在整个念嗡阿訇的过程当中呢，就赋予这就是这样如是的观想。所以这个嗡的时候是什么？念嗡的时候啊，是净除一切色香味的过患，是把这个色香味的不干净的都全部净化掉。念嗡的时候，念阿的时候呢，这所有的这我们自己的这个哦，这个拖把里面的这个甘露啊这些不单单被净化了，而且让这个甘露增广越来越多。不单单三千世界大千世界这么大，更加增广，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两个，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增广，像宇宙空间里面啊，就像。增广，这个甘露啊，去中增广，阿字呢是增长变为众多，轰字呢是转变为一切所求之物。阿字增广，轰字是干嘛？是把这个增广的这些变成一切众生，你想什么就变成什么，满一切所愿的。轰字是满一切愿的。就是这些啊，一切所求啊，它都会啊应现变化出来，所以啊，即成为不满一切所愿之云，无漏智慧甘露之有无自性，都是这些什么，都是你的智慧呀 所变现的，充满了整个这个世界啊，这样子呢，普贤就像这个普贤云供啊，云供普贤云供就是这个云供。这个，所以满一切所愿之云。接着呢，你自己前面的虚空中，观想有一柔软舒适的宝座，大恩根本上师亲自安坐其上。哦，你在这样如是观想嗡阿訇，令它净化，令它增长，
令他变成一切如意云的时候，这时候啊，首先就观想令这个干什么，把它要供养给我们的根本上师。上师的上方呢是根本传承上师，在上师的这个上方呢，是根本传承的一代一代的这些上师，中间是本尊圣众啊，这个传承的本尊圣众，于拖把口对面的虚空中，这个拖把的这个口啊，对面的虚空中观想吉祥孤主啊，75尊。智慧和业力所成的护法神以及地方神、土地神等，与其下方啊，与在这个下方的啊，在这个也就是拖把的旗是指，是指这个拖把，就是在这个拖把的下方大地上呢，观想了80000种魔众、15种小儿恶鬼。魔众为主客的，你看这里为主客的，我是贵客哦，是不是？你不能当时哦，很难不能啊，这是客哦，你现在请客的，你知道吗？总算煮了熬了一大锅，三千大千世界这么一大锅的，甚至哦还不止啊，很大很大一锅的甘露粥，你要请客的，哎，为主客的3界6道之一切众生，如日晨般的密集。就像阳光透进来照到那个尘埃一样啊，那个尘埃多不多啊？多得不得了，就像日尘般啊，非常为什么叫日尘呢？它显示啊，这些虽然很多啊，但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哦，都挤得满满的，哎，这般密集的复次观想，上方所有的根本传承上师佛菩萨众，全部由具金刚管之舌吸引甘露的精华后享用。什么叫具金刚管之舌？这个金刚啊，就是啊，是空性。诸上师菩萨啊，佛菩萨这些，全部以空性的这样子的来受用这些我们所供出的这些甘露精华来享用，从而。因为要观你观想上师诸佛菩萨本尊都用空性的方式来享用你今天煮的这个甘露啊，这个云供，想看到他们，我观想他们都在啊，在享受了享用这些了，所以之后啊，这个时候你顿然之间自己就圆满了啊，资粮尽除了罪障，包括所施的这个誓言也得以清净，所以你看这个修法有多殊胜哦。它同时也是忏悔资粮，那忏悔业障的修法，不但积累资粮，忏悔业障，甚至施毁的誓言。施毁誓言是什么意思啊？就密乘的这些戒律啊，也得以清净，获得了共同殊胜成就啊。接下来啊，又观想。中间的本尊4续部、6续部诸尊众，以及各特有标志之舌，即具有空心的金刚、法轮、珍宝、莲花、金刚、十字架等，吸引甘露之精华后享用。所以各4续、6续部的这些啊本尊圣众们，这些尊众呢？用他们各自的特点，什么叫各自的各种标志呢？啊，前面为什么是上师诸佛菩萨以金刚的金刚舌，这指啊就是金刚的体性。这个后面是指什么？啊，4续、6续啊，这续部啊是金刚身，金刚是什么？方便，大悲所展现的方便。所以这个方便呢？它的方便还是由金刚体性里所出来的，但是它显现的样子不一样，就像观世音菩萨应以何其得度即现何身，对不对？所以就代表着各种不同的标志，这些标志呢还是表示的他们自己的这种啊，所以啊就具有空心的，有的是以金刚，有的是以法轮，有的是以珍宝，有的是以莲花，有的是以金刚十字啊，金刚十字这个这种状态
来吸引甘露之精华来享用。所以这时候看到他们都在享用了，从而自己圆满的自量尽除了业罪障，所施誓言也得以啊清净，获得了共同殊胜的成就。再来下面啊，再观想空行勇士护法吉祥孤主七十五尊等以具日光空管之舌吸入甘露精华而享用。这个日光是代表什么啊？就是代表的力量啊，的力量啊。所以他们啊，这个有时候啊，这些也显现成应众生的机的啊，就好像是护持我们众生修持佛法的啊，以大力来护持的。所以啊，你这个日光空管啊，这个之舌吸入甘露的精华而享用。从而自己圆满的自量清净的业障，遣除了一切修持菩提圣法的伪缘障碍，增上了一切顺缘所欲的善妙自量。这是上供宿灾哦，这是真正的供宿灾哦，真正的供宿灾哦。你说为什么？哎，我这个是我自己的身体嘛，怎么是宿的？是素的，通过智慧火所烧的，通过了夯啊这个夯子的甘露所净化的，用嗡阿轰净化增广和满一切众生愿的，哎，所以这个是已经完全，这个才是真正的素，哎，这个才真正的素，通过法来净化过的，知道吗？哎。如果自己具有娴熟的观想能力，则将自己观马吉黑怒目，从心间画出白蓝黄红绿五色四叶空行母，成百上千不可胜数，好似日光照射下的微尘一般密布。他们将智慧如气中充满的无漏精华甘露施于三界六道的每一个众生，哎，就像好像有点像阿育王遣鬼神把佛八万四千舍利分布在地球的每一个部分一样，啊，这个时候有点像观想出这些空行之后啊，就是观想啊这些事业空行啊事业空行啊把这个智慧如气当中呢，我们的智慧如气当中无漏精华甘露啊。就布施给三界六道一切众生，所以这样子观想啊，哦，你说成佛快不快？成佛快不快？那众生度尽方成菩提，这一下子就度尽了嘛，对不对？哎，为什么要一下度尽了？你说怎么叫一下度尽了？那众生还有吗？有的人会这样想哦，有的人会这样想哦。所以这个里面它是很奇特的，所以啊，这样子之后啊，布施给三界六道的每一个众生，使他们的心满意足。如果自己无有成熟的观想能力的话，如果一下子观想不起来，那就啊退一步再说，只将自己观为啊愤怒母啊，着手将拓跋宗熬好的甘露洒给三界六道一切众生。因为这个前面为什么关不出来，前面因为上师没敲过你窍诀啊，往往也关不起来了，所以这是留了一手。哎，这个我们这边讲虽然是共同的听闻，那里面还有不共同的受用，不共同的受用的，明白的人听自然听得懂，不明白的人听还听不懂啊。哎，甚至这个前面讲的哦，怎么样子观想啊，自己那马吉黑怒母，然后啊心间翻出这种光，哎，怎么样这种光所变现的事业空行母如阳光下的微尘一样密布，然后他们啊承办这些事业，把这些啊无漏的智慧甘露啊分布给三界六道一切众生，一般性人是没办法管的啦。因为这里面毕竟这个古刹里修法属于什么，属于住山派，属于言传派，
所以口耳相传呢，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啊，一切功德依善知识得嘛，依上师而得的了，所以这个里面是有这个的，啊，所以这个观想包括也可以怎么观，也有上师可以细致教的。实在呢，这里我们略修嘛，我们就不深入的来讲这个啊，我们就讲这个往下面。简单一点，就把自己观想成愤怒母，然后手托着这个愤怒母，不是左手托着拖把吗？啊，就拖着你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大的样拖把，想闪，最简单的方法，想慢慢闪。哎，所以你常常你看到我放做火供的时候，做蒙山的时候，是不是面前放了一个拖把？哎，放了一个小拖把那里啊，就这个意思了。哎，所以呀、啊。普降甘露，使所有众生痛饮后心满意足，这是下师数灾啊。这个呢，这个叫下师数灾，前面的是上供数灾，这个呢是下师数灾啊。啊，今天我们呢就学习到这里啊，就学习到这里。这个我们准备要用两节课的时间把这个学习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南无。